就有、啊、有吗？来，我看一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有有有，这边有没有看？有有有，你看到这边有没有？真的很干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好，你刚刚这边很干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对，这边很干，而且你看它非常的好推、好吸收。因为上次我拿了试用品回去用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们有给，对不对？就随身携带，就是如果我觉得干痒的时候，我就会拿，就会直接拿来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很好吸收。而且就是是舒服，因为现在天气很热，然后如果你擦太久，会有种闷闷黏腻、闷闷黏腻感。擦的就是你会觉得，哎、欸，很凉爽，很凉爽，然后会吸收的感觉。我喜欢保湿，可是会吸收的感觉。然后就会觉得它是水水的，它不会油腻。对，然后你就是因为它。价格好像蛮亲民，所以你一天擦很多次，很多不会都不会觉得很伤本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哦，你刚擦完，你看它马上整个皮肤，你看可真的是马上感觉就是有水有弹性那种感觉。我再给你看一下那个边边，你已经看不到那个白白的部分了，有没有很明显？对不对？它就是你看这边，我就是一年我就是很干，而且怀孕前就怀孕之后更干。好，你看哦，如果已经这样子了，有没有干干的了？这边是之前还没有擦干干的部分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看，现在如果再擦，其实它就会马上去滋润。对，这很有名啊。可是你看它就是这样子，你看它就是有没有？就是会比较厚，就是很厚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一擦了有没有？就是会这样。